你又做噩梦了？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人杀死，阿四，你会帮我找凶手吗？为什么杀了他？一条人命值多少钱？解开。是他要我杀了他的。什么话都不要说，交给律师来处理。你在外面要碰吗？那不该你碰的东西你也不要碰吧。开心的资料脑好像有问题，总编可能对不起陈凯欣。为什么？就算不小心杀了你怎么了？是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跟我说好了，你说过不会出事。快上前！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？你可以跟我讲什么是真的吗？